位置咧喺沙田啊，大涌桥路对面咧和斜沥源嗰边啦。依度咧有个叫富豪花园嘅屋苑嘅，望望楼景先。佢呢度咧有个商场嘅，富豪花园商场。就咁望一望依度啊！依度咧有间幼稚园嘅，点行好呢？咁留意到咧，对面有个保龄球樽咁样啦，咁应该有个保龄球场啦。另外咧，仲有个 New Way 嘅。有个保龄球樽，保龄球樽啊，唔知自己讲啲咩啊。今日咧天气麻麻地啊，咁啊都报一报时先啦。今日咧夜2023年10月17日啊。时间4:21。樽理学校补习嘅咧。咁依度咧有室内同室外嘅部分啦，同埋咧留意到佢系两层嘅 U 扣。刚才咧留意到依度系华茂集团嘅，要求 New Way 啡粉。好多铺头咧都空置咗啊！咁有一 salon 洗手间，地产有间酒楼，行翻出少少，睇下嗰边仲有冇铺头先。巴士站，
感覺咧就冇啦。而家影棟樓先，跟住咧上上邊嗰層。呢边咧冇路嘅，原来佢其实入边咧有。扶手电梯嘅，但系咧喺间酒楼里面啊，新光宴会厅，有条行人天桥。去咗城门河嗰边嘅。咁就順便望一望馬路同埋樓景啦，富豪花園離遠咧都可以望到，有唔少鋪頭嘅。呢個方向咧就似係個保齡球場啦。行咗呢边先，冇错啦，保龄球场。有28条，嗰啲咩嗰啲球道啊，谂唔到系咩球道，冇错。系咁样望一望先。好反光啊！算啦，放棄。呢邊係冇嘢㗎啦。上面咧應該只係一個平台嚟嘅啫，應該就唔會有鋪頭嘅，唔理照相。哦，有幾犀利喎！有四個網球場喎。點都好啦，依個位置應該係無遮無掩咁樣可以見到富豪花園嘅樓景啦。一個較高位置啦，可以望到對面。新城市啦，喺呢个方向度啦，沥源啦，和斜啦，
上面咧瑞和苑呢、這個方向咧係火炭嗰邊嚟嘅。感覺呢，雖然呢這個叫做富豪花園，但是好像有少少日久失修的感覺。呢度下低仲有冇鋪頭嘅咧？其實目測咧就應該冇嘅，定係照落去望一望啊？冇啦，停車場部分嚟嘅。借自己鞋底先，求其夾住先，一陣先處理。89K 啊，唔係啊，係 X 啊，89X。側邊咧就係依個酒樓一部分啦，不過呢個後門嚟嘅。呢邊咧。都是那個酒樓後門啦，落去望一眼先，下低仲有少少鋪頭嘅，之後咧過翻對面。富豪花園商場啊，生活所需應有盡有。唔係地產，咁咧因為有保安員嘅關係咧，所以我決定咧上去上邊過翻對面馬路啊。
Hong Kong Climbing Park 係咪玩攀石嘅地方嚟嘅咧？就咁睇就似啦。我估咧，依个行到尾应该冇铺头嘅，但系都照过去望一望啦。咁啱咧，头先条片断开咗啊，都冇办法啦。依度好似冇路，呢边有楼梯嘅。去咗停車場，出唔出得翻去呢度啊？系得嘅，冇错，差不多行到翻出去一开始位置啊。培侨国际幼稚园兼幼儿园。呢个转过去咧，会有保安员嘅，点好呢？原来咧都冇铺头啦，好啦，行翻出去啦。出翻嚟大涌橋路，咁依個咧就係富豪花園商場啦。好啦，咁啊一直咧都路過 N 次，都未影過呢個商場。今日咧的起心肝過過嚟啊，確實咧同預期一樣啦，係冇乜特別嘅啫。除非你要嚟碌拎啦，或者系去唱 K 嘅话咧，如果唔系，应该都未必会无啦啦嚟到呢头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好啦，依段片咧嚟呢度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